大家好，根据大家的要求，我和表姐又来到了这个舞台。我非常喜欢你们两个的这个默契，这个 chemistry。老师夸得好，下去不许再夸了啊！我怕我会飘，我们还是来唱歌吧。唱什么歌？我们唱一首很接地气的改版歌曲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。来。你为什么唱歌那么好啊？你知道吗？我想签你，我想签你做我的艺人，我想签你让我来做你的制作人。黄晓明签的，不等一下，黄晓明不懂音乐的，黄晓明只会拍戏。不是，大家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。